跟 Switch 跟你哪能比啊？ Soul 肯定比 Switch 重要多了。再说了，那么多人等着咱们的后续，是不是？咱们的后续？对啊，你可是拯救我数据的大功臣，你我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是吧？瑞瑞，你干爸跟你小姨什么关系啊？一家人呀。我就说这同处一个屋檐下，他就不可能没事儿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我觉得老大跟江小姐肯定在一起了。老大这是闷声干大事儿啊！你们忘了，老大他……算了算了。那既然是这样呢，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你讲解一下。我觉得爱情呢，是生活中的一部分。那免不了要经历一些酸甜苦辣，那酸甜呢，就是爱情当中的一种心境。爱情，那你真是吃醋了？那个。你吃完了赶紧带瑞回去啊。哎，别呀，你还没说完呢。我说完了。我是哪儿招惹你了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赶我走？我没有赶你走。你就没有点别的什么东西要说了？那行，我今天有同学聚会，我也没空带瑞瑞了，那就麻烦你带一下了。哦，别喝酒。切，明明就是吃醋了，还嘴硬。